今天全体会议的议程是表决各项决议草案、决定草案和实善法草案。会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扩大有效供给，满足有效需求，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。 保持战略定力，统筹推进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。